由王子文、张鲁一主演的第二次也很美正在热播中。张鲁一饰演的徐朗是个非常古板沉闷的男人，一个人带着女儿果果还要赚钱养家，所以他的生活注定是枯燥无味的。但是却因为一场离婚官司，他认识了安安，一个28岁被丈夫抛弃的阔太太。那会的安安整日酗酒，怼天怼地的，但是后来平静下来的他就开始逆袭了。也因为徐朗不再插手他和丈夫的这个案子，让安安对徐朗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。因为他此时只是把徐朗当成儿子好朋友的爸爸，这样两人关系自然好了很多。这不，安安要参加星漫奖，还邀请了果果和徐朗。最后，安安成功夺冠，徐朗为安安高兴，他竟然在会场外高兴地跳起了舞，还做出超人的招牌动作。只是他跳舞太魔性，让安安都吃了一惊，他也被徐朗带偏了，竟然现场跳起了高难度的舞蹈，身子扭成了18弯，这个舞姿也太妖娆，真是看懵徐朗。徐朗在想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因为安安是个瑜伽运动的爱好者，他能做出这样的舞姿就不难解释了。想要了解更多，就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吧。